落实原住民族教育法，立法院积极审查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，政院版草案预计今年七月正式提出。实践民族教育自觉权，原住民族学校体系该如何建构，把族群文化融入课程教学，满足了重视文化传承家长的期望，又要如何兼顾学生的基本学历与升学机会呢？请锁定 DITV 原氏部落大小声。